你换了睡衣再上床睡觉啊？不换也没关系了。哎，你好像还没刷牙洗澡呢。明天再刷洗吧。还有你和佑佑玩了一半的玩具还没收拾呢，我快堵到他们房间门口了啦。哎呀，明天再收拾嘛。怎么老是明天啊？明天有明天要做的事情呢。